吃到病跟我讲了。凤儿，你怎么给叔加粉条呢？小鸡就是粉条，鸡的营养成分，所有的滋味都沁到粉条里边了。我向着你。你这干啥呀？剩白瞎了。喂狗，这喂啥狗啊？你明天热热我吃，隔热菜对身体不好。愿师傅明天再给你买一只呗。白天时候我看你瘦了吧，我特意买了一只鸡，嗯，炖上，给你补补。发达时候还是我这胡弟弟惦记。你别了，我盛汤给我加点肉。吃这个鱼啊，鱼得喝汤，精华都在汤里边。说，这鱼刺儿多，别人卡肉。咋又卡肉了？俩刺儿又上来了。行行，我喝汤吧。人家给你送吃的来。啥玩意儿？鱼。小凤，炖的鸡炖鱼给我们送去了。我不回来还盘啥？喂狗那盆不落你家了吗？你骂人家咋不带脏字儿的？对，问这明白啥玩意儿啊？怪不得炖鸡你让我吃骨头，炖鱼你让我喝汤。